HBL 休斯顿火箭队的看板球星大胡子 James Harden 今天一早呢是来到台湾了，并且直接前往高雄青少年篮球场担任 HBL 射手训练营的讲师。Harden 当起讲师来真的是架势十足，他不但呢亲自传授了欧洲部的绝招，而且呢还跟 HBL 球员们亲切互动。当然他也没有忘记今天是端午节，所以他用中文来祝大家端午节快乐。主持人大声呼喊着 James， NBA 火箭看板球星大胡子 James Harden 旋风访台，第一站就造访高雄市竞技馆旁的青少年篮球场，在 HBL 射手训练营担任讲师。由于适逢端午佳节，哈登当然也没有忘记用中文祝大家端午节快乐。端午节快乐，端午节。这场 HBO 射手训练营有来自三名家商、新荣高中以及永仁高中等 HBO 名校的球员。哈登不但亲切地跟球员们互动，还亲自传授欧洲部绝招，让这些 HBO 球员们受益良多。原本这场 HBO 射手训练营并没有对外开放，但因为哈登造访，让现场挤满了追星的球迷，甚至有人爬到篮板上，只为一睹哈登风采。接下来，哈登将转往北台湾，13号将会加入中华男篮的训练行程，进行自主训练。联合报系留学生孙传贤高雄报道。